那个下雨的天气夜晚。哦，下大了，下雨了，看小火车，就是有点冷，穿了一个这样的衣服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左右腿，这边是可以盖住，这边盖不住，然后这边腿很冷，我就一直这样抓着走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，在捷克的阴雨天。哎呀，哇，好漂亮，哪哪都是漂亮的风景。现在我们要去一个好看的图书馆。带了一个暖宝宝，暖宝宝果然是国际通行啊！这个那个腿好冷啊！这样能好一点儿。走啊，走了走了，有了暖宝宝，现在有点有一点点暖和了。哇，虽然很冷，下着雨，但是还是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，然后看了很多特别可爱的这些建筑，他们的房子都不高，都特别可爱。刚刚看到有粉红色的、黄色的、蓝色的。叫什么 ？Nobody knows 。总之就是很漂亮哦，那边那个尖尖的啊。布拉格。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。是人都得笑你。停停停！我们现在来吃一家川菜，因为想吃一点辣，然后我们的中国胃，要吃一点刺激。